小姐来为我们摸出幸运的十位。童小姐是我们邮政员工，今年10月1号荣退，工作非常努力，成绩非常的这个亮丽啊，在石门水库服务啊，在石门水库服务。来，我们就请冯姐来为我们摸出十位的乡亲朋友，在石门水库服务，那个石门活鱼都是她养的。好了，第一位。019924，019924。第二位019291，019291。第三位017081，017081。第四位019128，019128。啊，再下来一位，第五位017892，017892。第六位018753，018753。来，第七位018569，018569。第八位018146，018146。第九位019355，019355。最后一位幸运者011875，011875。谢谢。我们讲的国语都是蛮标准的，谢谢冯姐，谢谢您，谢谢。如果听不清楚，就麻烦到前面看板这些来对一下啊，好不好？哎。